冇乜㗎，即係總言之就係話，而家我哋係網上面嘅平台啊嘛，咁就希望大家無論係睇完我哋逐流時代中意又好，唔中意又好，俾多啲意見我哋啦，我哋從中去吸取一啲信息，令到我哋可以從善如流，跟住落嚟做嘅嘢，令到觀眾更加中意啦。咁除咗 download 我哋 AM App 睇我哋逐流時代之餘，亦都可以睇翻我哋喺呢一年多裏邊，我哋其實都製作咗好多唔同嘅節目。咁希望透過今次套戲，會令到更加人對 AMM 有更多個認識咯。暫時未有，因為我想個疫情是影響得很緊要的，因為始終我們不是一間大公司大機構，我們不會說貿然簽了一大班 artist 在手，那我們貿然去開一套劇，如果疫情又爆又要停曬，不給外景，不給那個又要即是那個交際距離的話，那我們一停了，我們可能是回不回頭，那變成之前拍下來的東西賣不到尾，就變成扔曬錢落鹹水海。咁所以始終都要綜觀翻個大環境同埋個疫情咯。好多人咁停咗就當然係停，但又唔係停曬嘅。即係譬如話，可能我哋原本 plan 咗好多節目，但係我哋可能會係揀選一啲係 fit for 到而家，又或者喺個經濟效益裏邊係邊啲行先，邊啲褪後嘅咁。咁呢段時間裏邊都係調節緊呢啲咁嘅方向嘅嘢，同埋製作模式嘅嘢都係有啲嘢需要去改動咯。